2017年1月15日，2016汽车圈年度 Party 在 Lex Club 聚众上演。本届活动以聚嗨为主题，不仅见证了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成立6周年的特殊时刻，同时该活动已经成为每年汽车圈唯一一个集合了众多汽车厂商、媒体及公关人士的盛大聚会。2016汽车媒体足球冠军联赛由媒体足球大联盟主办，长安福特冠名赞助，17支球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引擎联队获得冠军，凤凰汽车和快车道 FM 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团体及个人奖项也逐一揭晓。2017年，费耐力将继续强力冠名支持媒体足球大联盟精英球队。活动现场，众多演艺嘉宾及媒体明星登上舞台，聚众上演了一场饕餮盛宴。现场开展了由林肯中国与媒体足球大联盟共同打造的最优秀节目评选活动，最终 Lady 妈妈腊八粥带来的脱口秀获得最佳表演奖。福特汽车中国与媒体足球大联盟携手在前期开展了最佳着装主题派对邀请征集，当天众多来宾身穿有足球元素的衣服来到现场，并在拍照互动区域亲密合影留念。与此同时，瑞动体育赞助了互动游戏，现场嘉宾通过游戏感受到了其主打产品超级护腿板精准强大的数据测试服务。在媒体足球大联盟成立6年的时间里，它凝聚的不仅仅是喜欢踢球的媒体朋友，更多喜欢跑步的媒体大咖也汇聚其中。媒体足球大联盟不仅仅是一个联盟，它更是一个有温度的组织，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而相聚在一起。2017媒体足球冠军联赛即将开幕，敬请期待。大家好，我们是一个人生爵士组合，我们叫做 Mr. Miss， 我叫做刘烈，我叫杜凯。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很多认识的人都在这个足球大联盟里面，所以希望可以越办越好，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这个足球大联盟里。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及演员华南，在这里祝福媒体足球大联盟能够越办越红火，越办越好，最主要是能够踢出每个队都能够踢出好成绩。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PEG 组合 ，PEG 是 P 歌手的缩写。P 是体育的意思，我们是爱运动的活力女生，祝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越办越好。大家好，我是快车道 FM 的唐一水。在媒体大联盟6周年之际呢，衷心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当中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更希望大家在来年的足球场上能够强健体魄，少受伤，也能够赢得更好的成绩。大家好，我是时尚健康男士的陈子健，在足球大联盟成立6周年之际，祝足球大联盟越办越好，有越来越多的6周年、10周年，一直到我们能够玩到白头。大家好，我是名车志的首席试车手苏晓。那么，足球大联盟成立已经6年了，任何一个这样大的组织成立6年都非常不容易。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它还在继续的壮大。我希望足球大联盟能够越办越好，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在10年、30年甚至50年的时候再请。大家好，我是来自杜卡迪中国市场及公关部的薛峰。那足球大联盟在过去的6年中其实为这个媒体行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这边一起娱乐，然后也凝聚这个行业精神。大家好，我是腾势汽车公关部郑宇。首先我们要在此祝贺足球大联盟成立6周年，祝大家新春快乐，鸡年大吉。各位媒体大联盟的媒体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长安福特公共事务的王建辉。在新年到来之际呢，我也代表长安福特预祝各位老师和你的家人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福特汽车中国的传播与公共事务部的蓝艺林。大家也知道大联盟已经有6年的历史了，所以呢我觉得大联盟一定要继续棒下去，把这个平台做得越来越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浩，来自沃尔沃汽车中国。一个又一个的6年，我相信下一个6年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也会越来越好。我是环球汽车的吴英秋，祝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越办越好。我是汽车杂志董宝清，祝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6周年生日快乐！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鸡鸣即起，生龙活虎。大家好，我是乐视体育的安琪。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呢，已经
好几个年头了。那么我也预祝未来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越来越红火，大家越来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凤凰汽车胡金南。凤凰汽车参加足球媒体大联盟应该是大概五个年头了吧。应该说整个比赛来讲说，这么多年以来说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祝汽车媒体足球大联盟越办越好。大家好，我是刘杰，来自未来汽车。那么首先恭喜我们的汽车足球大联盟成立了六周年。2017年，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未来的天空早点来到。大家好，我是 Intel 中国的公关经理 Coco 张雪燕。那今年是足球媒体大联盟的六周年，那我觉得六也是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那我借这个机会呢，正好也是给到一个我衷心的一个祝福。那我引用一句莎翁的名句：凡事过去皆为序章，希望更美好的是明天和未来。Thank you for inviting the huge event today. My name is Taka from Tokyo, Japan. Happy New Year very soon, and everybody have a healthy and very good business New Year. 大家好，我是来自林肯中国的王以尼。在这里，我想祝愿媒体足球大联盟越办越好。今年是六周年，那我希望在今后的每一年当中，这个活动都可以与各个品牌一起，然后成为一个年度最大的一个大的盛事。